环管理原则。闭环管理是一种特殊的管理方法，闭环内来华少人员和国内直接服务外方的工作人员需要每日进行健康监测和核酸检测。在闭环内酒店或冬奥村集中住宿，只允许乘坐冬奥专用车辆往返于指定的闭环场所，不得与闭环外人员接触，更不得与社会面接触。